如果你真的不想要继续参加比赛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对呀，我知道，谁叫 Vicky 太小，我懂你的心情。他真的有点不要，真的你不要，白我真的目没有，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我真的不没有，要，我真的不要，回去啦。谁啊？那我知道。我不顾你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嗨，你忘了拿？谢谢。其实我是想说明天再去拿啦，很重哎。谢谢啊。汉明，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，惹你不高兴？如果你真的不想要继续参加比赛的话，也没有关系。对呀，我知道。谁叫 Vicky 太小，我懂你的心情。他真的有点不要，真的你不要，白目我真的没有，他没有没有，我真的不要，我先回去啦。加油！切切切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你选妈妈。这是明天的诉前同意书，再麻烦你帮我确认一下。如果什么问题，也可以现在跟我提出来。他现在的状况怎么样？妈妈，目前我们内压还是不太稳定，我们有帮他安排哪天比较早的。雨贤，雨贤妈妈，雨贤妈妈，雨贤明天的开刀时间已经安排好了。那术前同意书的部分，我们最晚在今天要做确认。医生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再等我一下，我待会再告诉你。弟弟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们不要动手术，我们不动手术好不好？那你乖乖睡觉。